叙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必须得了解这些图像多线索的，就是我这里面可能不会涉及到大量台词对白呀，我可能会选择比较精炼的方式，可能说明文的部分会比较少，诗性的部分会比较多。看毛胳膊上有那个神兽嘛，那几个点儿，只有故宫上面是有九个神兽，所以说我把这个本来是建筑上的一个这个神兽直接给移到纪念碑上了，因为纪念碑它也是权力建筑嘛，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权力嘛。我叫孙迅，80年出生于辽宁省，我以动画作为一个借口，然后尝试所有的媒介。艺术它始终让你保持好奇，它给你破坏既有世界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方式比较温和。我的作品确实是跟历史有很大的关联的，但是你就发现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记忆和意识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黑洞，你的记忆也会说谎。那如果我们要再说到宏大的这种历史里面，那它有个无数的黑洞。那么我的作品在表现的时候，可能它是从个人的这个小世界去出发，那种更大的完全就是说是自己的一种想象。在这个作品里面，我的童年的经过的场景，我把它今天的状态我都是写生画出来的。我会去我小时候去抓鱼的地方，公园里或者是河边，我也去露天矿去写生，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地质博物馆，因为矿已经没有了。就这种经历，你知道，它会让你的记忆很错乱。画写生它跟你用图片或用素材来做会有不一样，因为它直接带有那种情感的温度在里面。前一段时间我是在家乡直接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家乡就是阜新嘛，这个地方是从清朝开始挖煤，然后这个煤矿呢原来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这个我就用了一个水晶琥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做各种隐喻来把它表现出来，它实际上它与煤有关联，因为煤它也是里面有很多的化石，可以说它是一个记忆的模块，然后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水晶棺材啊，因为它有两层意思嘛，因为一层是它保存了过去，第二种它永远不会坏嘛，对，就是它也有永恒，对，所有的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它都是产煤的地带，那么我会跟这些地方它会有一个比较。我们在的地方是我在北京的工作室，2009年1月份搬过来的，然后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因为这儿要拆迁了。你过来给我们讲讲，这些都是每一帧每一帧刻出来的吗？对，都是每一帧每一帧刻出来的。木刻，然后它会做成 3D 的效果，它每个样子都会有一些区别，它最后就是一个机械的一个面板。我做这个片子呢，有点像这个驾驶一个宇宙飞船似的。那假如这个我们要有个宇宙飞船到太空当中，就肯定避开这个黑洞，但我驾驶这宇宙飞船专挑黑洞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